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鸭一口甜甜的鸭小铃铛，打个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们，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学姐介绍玩的自然地图，是一张枪战的对战地图，叫做什么来着？海上枪战。对，嗯，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。好了，咱们先看一下手中的这个信纸，作者叫做鱼粉最傻木鱼，记住记住，一定不可以请鱼表弟。开玩笑，我对战地图就没有请过表弟，好吧，好像我自己都不相信。怎么好了吗？各就位，来哩，哇，十秒钟啊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，冲呀冲呀，傻子个一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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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凡婴儿北服同学，北服同学，哎呦，你这狙击，什么鬼？什么鬼？重生点出问题了，神经病啊！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打你们四个蓝队的，过分！还能这样玩的？重生点出问题了，重生点出问题了！哎呦，好气啊！咦，这还真的是海上枪战啊！场面一度混乱。哥哥，是不是你的重生点跑到红队去了？没有，我重生点在水上啊，他们全在海上。我的天哪，全是蓝队的，红队的就两个人。新手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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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林秋，小林秋。你们都去哪里了呀？我怎么感觉我又被针对了？小林秋，小林秋，小林秋 ，nice 反应啊！我们全到海上来了，这还真的是……我就说嘛，怎么没有看到船上有人？这还真的是海上枪战啊！我的天哪！等等，我从这边可以看到你们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谁老是一直偷我屁股？亚楠走了，亚楠走了，叫你偷我屁股。就我一个人在船上，好安全。我觉得你可以在船上用那个狙击枪，想办法来旁边用狙击枪。等一下哈，我先把自己给保存。哎，这边是有那个吗？空气墙吗？这个谁？小林秋，小林秋，亚南佐罗，啊，北服同学，这样你偷我屁股。我评分已经平了哎！我打不到你们呀，这里有空气墙，船上有空气墙。左右左右左右，走位走位走位，要让走楼感受黑暗吧。对战地图，你想报仇啊？不存在的。小北服，小林秋。走位走位走位，哎呦！这根本就没法玩，在水里面就是比的就是手速，你用狙击枪根本就没法玩，我告诉你们。哥哥，我很想告诉你，我死又死不出来，打又打不着你们，在船上就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船上，你真的好吗？你裁判，你是观战，裁判，我当裁判，你是观战的。我在旁边，我出去。哎呦，我也是这场面一度混乱。要咱走了，你是不是傻哟？用手来撸啊！你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你们也打不着我吧？气不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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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看到你们真的是场面一度混乱，就在那里群。哎呦！一重生就被他们子弹打成筛子。哎，我去，这是真海上枪战，没错。我看到你们有人拿着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北服同学呀！不是，小林，那你有何感想？你有何感想？我没有任何感想，我觉得一群我不然你们就是那种在杂技团里面耍杂技的一群猴子。哎呦！我就是那个在上面鼓掌还会投钱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看客，啪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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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场面，我的天哪！好像等一下，跑了，这个有人跑了，150跑了，
150分获胜，我们快接近了，快加油加油加油！叫龙哥，你刚刚偷我屁股偷了几次？你翻硬啊！好，亚南佐罗，我看到你了，来，亚南佐罗，这个晨曦竟然跑了，他跑了，他还差了包围圈，还差12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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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是个大傻子，我明明可以。咦，小林秋，小林秋，咦，哎呦！别以为躲在水里面我就打不中你，叫龙哥，你一直用狙击枪打我，打得挺爽的，是不是？快快快快，小铃铛，快加入战斗，我们比分马上就获胜了。我看了半天的戏，突然想起来可以用坐骑把自己给打死。小林秋，咦，耶耶，嗯，群魔乱舞真棒。好了，咱们结束这期了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